给大家讲这几个动词啊 distinguish different action of verb 啊。第一个是浇，浇，它的 radical 是三点水，然后浇水，那你加一个object 浇花、浇树都可以。嗯，那看第二个，嗯，好，这个的话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。这个是挑啊，挑，挑着啊，挑着什么东西啊，就放在这个肩膀上啊 ，shoulder， 然后这样挑啊，特要挑，嗯，哇，这个再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提，那是用手，也是用手哈、啊，用手拿着，嗯，这样提着啊。这个动词哦，他提着很多东西，你过去帮一下他，对吧 ？Help， 嗯，提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拿，那啊拿，这个拿这是一个盒子加一个 hand， 这个手 clothes 就拿着，嗯，拿着啊、嗯，他拿着刷子要刷墙，他拿着这个画笔要画画，啊、嗯。那 OK， 最后一个哈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握啊，握，嗯，也是跟拿差不多啊，拿着，握着，这是主手指头合在一起叫握着啊，这个叫握着，嗯，呵呵啊，好，这是几个生词哈，好。